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开战，耗资 3.5 亿，即将抢攻青年市场。1月11日，电影女主角 Angelababy 一袭黑色贴身裙现身台北为电影宣传。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开战，电影原以陈意涵与 Angelababy 齐挂双女主角，但电影首播后却不在电影中看到陈意涵的身影，让陈意涵感到失落。对此 Angelababy 表示还是以大局为重。觉得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会失望，真的，因为大家都是非常努力的在去演绎一个角色，希望给电影一个生命，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也没有办法吧，可能因为故事的情节或者是别的原因，我也不清楚。对对，但希望这个电影是好的就好。三月周刊指出， Angelababy 与黄晓明感情亮红灯，并指出与余文乐透过好友彭于晏的牵线传出恋情。听后 Baby 表示与余文乐根本不熟，间接的打破乌龙绯闻事件。因为这个我也是今天才听说，好像说我跟余文乐传绯闻，我觉得这是一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，我连他电话都没有。对啊，见面也不超过五次吧。对，可是听说你网站第一个关注的就是余文乐。没有啊，但是我觉得哎，有一些杂志可能就是像写小说一样。对，就我也不记得我第一个关注谁，反正我看到我认识的就关注关注关注，就是大家朋友嘛。